好，那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肥康隔离期间怎么样去锻炼。然后就是用两桶纯净水，对，买的纯净水，然后就拿这两桶活动活动，意思一下吧。然后呢，今天练一练三角肌，活动一下我的薄弱的三角肌，一会儿再拿这个再去做一下划船，练练背。好，然后呢，做三角肌的时候呢，侧平举的时候次数可以相对来说做多一点，不要做太少了。相对来说更多的次数呢，对于三角肌来说还是受益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肥刚现在已经肿得不行了，天天在隔离，除了吃就是玩手机。对，这是第一次锻炼，这是第一次锻炼，已经肥得不行了，腹肌都没了，回去得好好去练了，腿现在也啥都看不到了，哼。好，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腿啊。这个腿呢，其实找一找光线还是有一点线条的，但是看着还是好细啊，腿太细了，你这肌肉都掉没了。然后看一下臀部，臀部现在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丢丢丝哦，还有一点点状态，不过这个回去得好好练了，腘绳肌现在也基本上都糊了，看不到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行 ，OK， 就这样，拜拜拜拜。